察是性孝性民众年约50岁，于上述时间驾驶自小客车携带手枪一把，至本局文山第一分局附近派出所投案。经初步了解，隐性屋主和范显系国中同学，也曾经是新店的邻居，已经是多年的好友，但最近因金钱纠纷而产生嫌隙，于19日30:12在文山区锦荣街40号前对空鸣枪数发后，数发前去案发地点招牌有疑似弹孔，警方经采集3颗弹壳，正全面清查枪击原因。警方呼吁任何非法暴力行为违法所不允许，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并扩大调阅监视器，持续追查枪支来源及有无共犯，以净化社会治安及维护安宁秩序。经警方了解，蔡姓嫌犯是已令消嫌，有因借车毁损赔偿金谈不拢的问题，相约在上述的案发地要辩诉呀。那经本分局顺利侦破，那前案也依枪炮及恐吓报警屏东地检署来侦办。